Hello？ 下个星期五翻唔翻你屋企食饭啊？你已经好耐冇翻屋企咗。妈，好忙啊，迟啲打俾你啊。Hello？ 爸爸，你快啲翻嚟啊！我好挂住你啊！搭错线啊！爸爸，都话你打错，唔好再打嚟啊！Hello， 爸爸，我是小美啊。Hello， 爸爸，又是你啊！我都跟你讲了，你打错电话了，我不是你爸爸，你再打来的话，我报警的。都叫了你不要打电话来了。仔啊，阿妈，阿妈，什么事啊？你星期五有冇翻屋企食饭噶？星期五啊，我就俾你知啊。妈妈，你唔好报警啊！我会乖噶啦。爸爸都挂住你，以后都会听电话。做咩咁夜仲未瞓啊？喂，小美啊，对唔住啊，先生，我打你系想同你道歉噶。我呢个女真系好命苦，一出世就患有血癌，系爸爸又喺两年前因为一次车祸而过咗身。每次睇到小美做治疗嘅时候，都好痛苦。每当在最难受最痛苦的时候，都会不停地叫住那个曾经给你很多鼓励叫你坚强的爸爸。我不想看到他这样，所以就偏向你这个号码给他。那现在小美他怎样？小美，小美，小美在两个钟头前冻咗啦！喺临走之前，仲紧紧咁握住嗰个可以听到佢阿爸嘅声嘅电话。